嗨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是要介绍自己，我叫梁伟杰，不对，我今年23岁，我上个月八六十五礼拜，我在中六十五公干，我读幼都，高中学八年，我上微高，我去做饭。我有一细路，我以前做过工人喺雅加达10年，整个整学业最少买书、手袋、麻袋、细衫、细长衫、长袖、细路手扎腮，我食蕉、中国松荷枝。蒸鱼、蒸鸡、蒸白瓜、蒸饭、炒面、炒猪、爆肚、爆肠，还我老板屋还有5个人，生生代代当婆婆细路，我更高，我是最自由，但系我是自由。我想做嘢喺香港游玩度的钱，俾我自己当俾细佬翻学。我系望先世代代正我啦，我要做好好，勤力做嘢老实，同埋。爹爹先生，爹爹哥啊，多谢先生，多谢爹爹，再见，喺香港，拜拜。